告别了小霞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张香硕有些落寞。接下来，他要如何与两位小伙伴相处呢？咱收回来。咱收回来。妈的，谁去奶奶坐会儿？无聊，来送你聊会儿天。坐坐，去俺家坐坐。一肚子火，我也想打他。谭董，董事长夫人，谭董事长呢？董事长，在干嘛？他在玩呀。吃了吃了饭，过来找你聊会儿天。我这就是陈德峰的坑吗？啊，坑啊！是不是你们要打架？没有，不能打架，是不是？出门就要团结，是不是？啊，三个出来就要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从走的时候就管好民生，不能说你前脚走掉，后脚人慢了，说那个三个不行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那要不回嘛，对吧？烫脸好疼啊！我看，你我这挺疼的，你要不要整点药？啊，不用不用。他们下手挺重的，但是我只要消一点歉意就行了，可能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。得好好相处，那点误会过了就过了。妈的！蒋伟和杨建帆不愿意回家，在村里溜达，一直到太阳落山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那要不回吧。你看，在这里十八张的三个万钱，吃的也没有，啥都没有，不好呢。这就听话，以后就好好团结啊，三个人。同在一个屋内，气氛稍显沉闷。究竟是谁会第一个打破这让人难堪的僵局呢？对了，还有新衣要统一住校的。啊？对啊，床铺都给你们弄好了。这不行。谁也没想到，张香硕先说话了。你去过了？你睡过了吗？住了。原来你睡了学校，我们以为你睡宾馆。没有。你还在想打架的事情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我是继往开的。什么继往开啊？你是装的。我是装逼。好了，别想了。对，过去就过去吧。因为我是继往开来嘛。什么继往开来？啊？什么继往？继往开来就是不知道。哎，我要打会牌呗。哎，咱得把扑克，把扑克坐下，把这个桌子收一下。输了来换脸，怎么样？你们玩儿，我看着就行。晚上打扑克是三个孩子的保留节目。邻居家的小胖也来凑热闹。你要是惹你的时候，我要解释。小心啊，你的书非常糟蹋了。你可千万不要来找我啊！我这低调低调。哎，啊，来去。抢地主，我抢。少年的纷争来得莫名，走得突然，也许少年的心思就是不加掩饰，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和率真。不是让你输了。你还画右边，要跟我输吗？
你他妈真狠，结果还。